Hello，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鸽子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迷你世界啊！今天啊，我们来玩这个旋转跑步。哇塞，从下方向上看啊，这个很晕啊，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跑到上面去。上面的话好像有一个白色的东西，它上面应该是有神器的。我们现在呢就向上走，我跳。像这种地图的话，我们一定要慢慢的来啊。哇塞，它居然没有打标记的地方。哇，那这如果再失误了的话，可以直接就掉下去了呀。哦，看到了第一个打标的地方。看到这里的小伙伴啊，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喜欢玩迷你世界的小伙伴。如果你也喜欢玩迷你世界的话，不小心被鸽子猜中了，那你就给鸽子点个关注哦。哇塞，好晕啊！啊，不能失误啊！如果失误了，就要掉下去重新来了。看样子的话，现在还蛮高的。向上走，注意这个节奏啊，非常的重要。它这个打标的地点啊，好像非常的少啊。哇，现在离这个天空还有一段的距离。现在继续向上走，跳跳跳，我跳。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玩过这种旋转跑酷啊？如果你玩过的话，可以在评论区中评论一下哦。你有什么好玩的地图，也可以在评论区中评论一下。我们下期呢就玩你推荐的地图。哇塞，这个看起来还蛮高的嘛。注意我们的心态啊，继续向上走。非常重要。跳跳跳 ，OK。哇，现在眼看着就要到顶了。跳。OK， 来试试我这个喷射钩爪。哦，哇塞，这么好用的吗？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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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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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这样都可以，哇，太强了太强了！啊，这一下不行了，这一下不行了。哦，居然还有这种玩法！我们现在呢，马上就到顶部了。跳跳！马上登顶，走！跳跳！一二三四五。啊，这个地图呢 ，OK， 到达了最后啊，这个悬空的地方有一个星星啊，我们现在去吃它。吼，好的，小伙伴们，那么本期视频呢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